大家好，我是 Paul Lim。 大家好，我是 Judy。 今天我要教的是手掌结束动作。Judy， 我看你丢了三标，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个手掌。你的手掌你要记得，你完成那个桩丢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手掌一定要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OK， 你试试看啊。OK， 来，发一点力插出去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飞镖教室。